Hello，各位，欢迎来到 Boing Soup 的频道。今天我是 Ray，不用问我说为什么今天是我来拍影片，主要是我是想跟大家说，为什么都是有的，为什么都是 Will 在拍影片呢？主要是因为太卡，我的那个太卡，我们没办法拍出来，已经就像以前那样子，真的非常卡的。那我今天还要再澄清一件事情，你们所看到的 Friday Funky 影片全都是我拍的，而且都是我自己打的。绝对我不会用，我绝对不用 bot play 之类的，全部都是自己打。OK，感谢各位，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里结束，再见。